喽，大家好，我是永恒。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哎，今天的话呢，跟大家唠一唠这个《西游社传》大圣归来一个速通。可以看到呢，选择的人物龙马啊，然后的话呢，在落地那一刻呢，咱把这个计时器给它开开。最后的话呢，这一期呢依然是由咱们的领衔主演小坏大神啊，咱们小坏大神的话呢打的一个龙马一个简单难度的一个速通啊。这个游戏的话呢，想要速通呢真的是太难了，是吧？因为的话呢，这游戏都是双 boss。玩的话呢自然都懂啊，它是一个比较困难版的一个游戏的一个速通吧，因为的话呢它就类似于那个无双版差不多吧，大概这个意思。所以说的话呢正常通关都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之下想打速通那肯定是得有点造诣。那么这里咱们继续来看啊，这个小坏大神的话呢也是这个做直播啊，他是在那个西瓜视频啊，对吧？我们呢是在一个平台做直播，然后呢如果各位喜欢看西游记的话呢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个西游小坏啊。当然的话了，如果你喜欢看这个三国战记啊，你呢自然可以来这个西瓜视频搜一搜我，搜一搜我发视频的这个 ID， 或者是呢搜索一下这个房间号1496都是可以。这里呢在 N 发的元神出鞘以后呢打了一个乾坤石连斩，刚好最后的乾坤石连斩收招的时候呢拿下了这个鹰角王。这里呢你就可以看到呢这个大神对于血量的一个计算，是吧？然后呢捡到道具直接走，捡道具之前还加满了气，有个细节，用这个加气之后的这个满气效果呢抵消这个捡道具以后的后摇，增加一下捡道具的速度。之后的话呢咱们继续啊，这个西游社传这个游戏的话呢，这个是一个在西游记 super 的基础之上的一个改版，所以说的话呢小兵都是两下 S 啊，这个呢是没什么问题的，是吧？啊，不要好多说我小时候玩那个西游记都4下 S 小兵或者5下6下，你这个游戏就是改版了，改游戏了，对吧？认清版本啊，认清版本很重要。那么在这里继续往前走，这个气包的话呢也算是西游记 S 里边的一个经典道具了。之后呢第一关呢咱们的龙马是属木，木克土，我们来看一下木克土。虽然说呢克土，但是呢也是打双 boss， 直接遁入幻阵，直接遁入幻境。幻境里边的话呢是我方加气速度翻倍，敌方这个不出小兵啊，这是这个我方，这是我方幻境的一个优点。这位置呢元神出鞘两个人打到一起，继续元神出鞘连续输出。因为的话呢毕竟是双 boss， 所以说的话呢尽量往一起凑，这里呢没凑过来，然后呢直接一发元神出鞘打了一个金角王，金角王有点疼。这里再来元神乾坤石连斩走，下边压起身，哎，这才是一个正道啊。乾坤石连斩两个人一起扯盖子，然后呢火扇没打到空了，射箭举起来先把金角王拿下，之后呢再加气，这里不会出幻境吧？还行，不会出幻境。这位置呢金角王死了，直接爆一个气包，然后呢一发元神一发乾坤石连斩带走。这关的话呢可能是有点瑕疵吧，因为的话呢毕竟第一发乾坤石连斩呢并没有一中二，是吧？并没有一中二，但是的话呢没有办法，因为的话这个毕竟是实战嘛，不可能的话说你每一个元神出鞘呢都是一打二，然后呢打到板边压一下这个双 boss， 那是不太现实的。这样的话呢是以这个不到3分钟拿下了这个本游戏的第一关。然后呢咱们继续往前啊，整体的这个通关时间呢大概是个38-39分钟吧，所以说的话呢直接就一期结束了。然后的话呢第二关这个这个红孩儿啊，红孩儿随便搞一搞就行了。红孩儿的话呢是很厉害的一个 boss， 但是的话呢整体第二关的强度不大，虽然说有他爹助拳啊，但是呢整体的强度也不算大。这位置呢一个吸葫芦一吸三可以 A 一下这个电，清一下冰，捡个冰扇很重要啊。这个冰扇的话呢是打这个火关的一个重要道具，输出很够用。这位置的小兵杀死直接吸进去走人，往前冲。哎呦，一看到这个计时器啊，我现在就挺怀念这个计时器的。这个计时器的话呢是木有了啊，不知道各位谁有这个计时器可以啊，或者类似这种计时器呢可以再给我发一个。因为这个计时器呢被这个自带的这个杀毒软件给杀死了，然后我再也找不着它了啊。现在的话呢就好久没做速通视频，就是因为找不着这个计时器了，挺坑的。之后的话呢这关呢他选择捡了一个灭，因为本游戏的话呢无论哪关好像都会进你环境啊，这是本游戏的一大难度提升啊。他不管你什么我磕不磕你了这个那个的了，反正想进我就进，我的地盘我做主。前面那关的话呢是因为金角王被我们进了，他没机会进啊，所以说的话呢第一关没有环境。这里呢来直接呢把这个小兵清一清，捡个订单。然后呢这游戏的大道具的上限呢都改成了5个吧，如果没记错应该是5个，所以说的话呢不再像这个原版这个一样了，原版的话呢只有3个。这位置呢是会进第一个洞吧，进了个第二个洞啊，没进第一个洞。第二个洞有个隐身衣，有个蜜，打开捡个蜜直接走。哎，捡不上了，右边这个打开能走，现在可以走了。蜜捡不上了有点坑啊，捡个面，
这里密的话呢，可能按他的速通方案呢，前期时间不减，因为的话呢，前期先减点输出道具，先把输出打足了，后边不好打的时候再攒那个密啊，应该是这么回事。金刚咒全清，捡两个冰扇，捡个七珠，七珠是关键道具啊。这个从 S 版开始之后呢，这个 COGS 开始之后呢，金珠绝对主力。这里位置呢，丢个金珠满气，然后呢，疯狂的往前波动赶路。这里调了个木，先来一发元神，再来一发元神。现在的话呢，元神就是个主力输出技能了，因为的话呢，不再有这个什么了啊，不再有这个前空训练场。这位置的话呢，是交了一发大必杀啊。这个游戏的话呢，是结合了 COGS 呢加这个 COG 群魔乱舞。群魔乱舞里呢就有这种大必杀啊，全屏的一个大必杀，然后呢消耗所有能量，非常痛。这里来红孩儿呢进入他的老家，但是呢这个不光他自己了，他爹来助拳。我们来看这位置呢，一个波动把这个红孩儿带他爹啊，他爹没中，红孩儿带他爹呢一起打，一个大必杀，两个一起揍，然后有一个人进环境了，没错啊。这里的话呢，不管我磕不磕你，我就进你环境。所以说呢，这个想打速通这个灭是异常的关键。把这个已经选好的灭直接用掉，然后的话呢 ，NC 卡无敌调到七桌，开始这个波动，波动再波动，这位置再波动。哎，这个红孩儿跟这个大牛没动，一个必杀先下一怪，然后呢把七桌捡上，调一个道具开始戳，先来留下追地，一个玄冥斧没死，再来追地有没有？没有，牛毛血拼太快，给个 AB 可以。这样的话呢，第二关呢也以这个三分钟左右的一个速度呢直接拿下啊，还不算太慢。这里不要火云刀，选择要了一个火扇。那么呢，咱来看下一关，下一关怎么搞啊？这游戏速度还是挺刺激的，是吧？毕竟双 boss， 通天河以就位。咱来看一下这个通天河，直接来火扇走你，没有伤。然后呢，调了一个不用木吗？哎，这里是双兵，那没事，那不用木，兵多了再用木。这里三兵也不用木啊，这个木可能是留着清多兵吧，不知道有没有多兵啊？来看一下。这位置呢，直接光速签名，上面有个气，会不会捡一下 ？AB 下扎打一个密，捡个气。哎呦，这里坑了，被这怪打了一下，还是不能交木，因为只有两个怪。哎呦，这位置被导航鱼戳中了，有点坑。这个导航鱼我一直认为是最坑爹的存在。这位置怪很散，交了一个木，往前冲。这里巨怪一起杀，调好这个。哎，现在调密有什么用啊？这个那谁又不会进环境？那个叫海胆王，这位置丢道具，丢个道具解除自己不能移动的状态，看见了吧？罗马再加气啊，解除自己不能移动的状态，先把气加上，然后呢再来。哎呦，这里中了个球，不要紧，不影响，加满气，海胆登场，一发元神，先打个切手，再来元神，之后再来元神。你看他每次元神接波动呢，是为了换个位置，然后的话呢，同时防一手导航鱼。这里再来元神，没气了，底下吃气珠。哎，这位置来了，吃气包，不好意思，吃气珠去了。一发元神带一个大必杀，直接带走。时间气是不需要的，速通这种东西怎么可能用那个呢？这个变小吗？没有，利用提气躲过。这个灭要减啊，灭是重中之重。然后呢，这个打兵，上面的是什么道具？不要了吗？上面是个灭吧？要按原版来讲，不是个密吧？对，果然是个密。看来我还有点记性啊。这里继续往前攻击，走。往前走，调好一个气桌，不会用吧？这里我觉得应该不会用，因为有安全位能加气，果然安全位置加气，然后来开场元神把大鱼打回来，右上角有个气桌啊，不，有个气包，这里呢连续元神，然后呢这个两个鱼没什么好说的了，这个一直都是这个一打二啊。这个游戏的话呢就是双 boss， 这里没有选择捡顶上那个气包，自己加满气，自己能做的是不麻烦别人啊。这里不是气包了，我说怎么自己加呢？提气，哎。这里你会发现啊，很多西游记的高手呢都故意把这个气呢控制到这个两条，就是方便随时提气捡地下的气包啊，自己控制能量很关键。这位置的话呢有一个大鱼进入了环境，本体大鱼进环境，我们呢先用一个灭给它灭出来，然后的话呢可能会调一个道具，那 C 卡固定调个道具，然后呢直接加气 AB 带走一个，思路非常准确，捡一个。哎呦，我一看就完了，正好在那个刷这个气包的位置呢刮了一个风啊，这三国体不是这个西游记挺背的，一个大皮杀能死吗？没死，追地，追地带走，追追追追，果然伤害计算是刚刚好。捡斧子，捡不捡雷电击吗？捡了一个，好吧，这里把斧子捡满，没有选择捡这个雷电击金刚咒突木桩。这里来了，来到了这关的手底 boss， 这关的手底 boss 呢是那个大鲶鱼啊，这个鲤鱼不是，这个叫什么精？
记不住了，到前面看吧，叫大鱼精、鲶鱼精、鲤鱼精、啊、差不多吧啊。往前走，这位置呢，时间已经来到了10分钟啊。这关的话呢，看来3分钟是过不了了，是吧？目前为止已经4分钟了，将近。这里的巨蟹小兵两下一个，这位置是应该是他这个塔应该是留着卡大鱼的吧？因为的话呢，这关有个位置的话呢，可以用塔呢把这个大鱼卡到出生点，让它冲不出来。然后呢，大鱼没有位移技能，跑不了。但是呢，打大鱼之前啊，大水怪、小水怪，不好意思啊，这里的话呢，小水怪来了，先把两个小水怪呢打到一定血量，两个人会合体，合体之后呢变成大水怪。哎，这里是吧？你吃我，我吃你，两人一起合个体，来了，调好塔，1、2、3，走，砸上。啊，居然没卡？那你调塔你是晃我呢吗，哥们儿？啊，这里好吧，这里没有调塔。然后呢，两个啊，一个大水怪，一个小水怪，这里的话呢，给个 boss， 另外一个是小水怪，还挺合理的。如果是两个大水怪，这两个大水怪一起发这个旋风就不好打了，就不好打了。所以说呢，这里是一个大鱼，一个小鱼。这位置呢，连续的这个波动啊，不是连续的元神，你可以看到这个元神伤害很高，要打这个升龙了。升龙斩，升龙斩的话呢，对于单体的 boss 来讲呢，既能控场啊，它又能打伤害。因为的话呢，这个 boss 一旦脱离你的掌控，它就会那什么，哎，必杀，这必杀就耽误时间了。他这里其实是自己的气量估算错误了，他应该是觉得那个气要结束了，过去捡了一个这个叫啥，捡了一个这个气包，结果的话呢，这个计算失误，这位置坠地。直接来了，这样的话呢，多让大水怪呢用了一次大必杀，是他这关的唯一的一个瑕疵吧，起码我觉得是这样。然后呢，把道具补回来，疯狂攒冰扇。现在的话呢，身上道具呢就是这些了，这个蜜气珠两个重要道具，冰扇输出型小道具，大道具呢捡了个玄冥斧，剩下的话呢还捡了啥我就没太看清了。咱们呢继续来下一关啊，车迟国。目前的话呢，时间已经12分钟了，平均的话呢4分钟一关。继续往前走，这关的话呢，开场还好啊，都是一帮小妖精，随便捅一捅就结束了。啊，还攒了个宝塔，还攒了个灭啊，这八个宝都。OK， 捅死，直接往前冲，来了，可以。这位置底下的那个一定不要打，打完之后呢，多走一个地图，对于速通来讲呢，那就是绝对不利，是吧？走，哎，底下这个羊头不能打，这里还加气，还有啥用啊，哥们儿？你在逗我吧？这里打个小兵，你还加气？对，就跑呗，哎。搞定，来到了这个老鹿。老鹿的话呢，应该是跟大脑虎一起出来吧？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走，直接冲，调好气珠，往前冲，调好蜜。果然啊、老鹿跟这个老虎一起登场。这位置的话呢，还是元神打输出啊，因为的话呢，就双 boss， 你打升龙有一个 boss 是不中的，整体输出的话呢，会比这个元神来的小，刚好有一个气包啊，刚好有个气包，直接用上，再来，这个花的很快。继续，这个老虎要死了，老虎要死了。这个老鹿的话呢，有没有幻境？老鹿应该有幻境吧？老鹿没有，就是最后的老虎有幻境，那是老虎有幻境，老鹿没有。这位置坠地，扎死，扎，搞定。血量的计算没有任何的问题，捡一个道具吗？捡个大塔，捡个大宝剑，直接冲，往上走，捡一个气，找你。然后呢，来到了二 boss， 二 boss 的话呢是大羊，大羊应该跟这个老鹿是组个团吧，组个团。最后的话呢，大脑虎跟这个大羊再组个团。这位置冰扇把开场取消，好像取消错了，再冰扇再取消。这里是少算一个冰啊，多用了一发冰扇。开场直接打，不让这个大羊出招。开场价似乎是双倍伤害。这里呢，老鹿老羊凑到一起来，有没有气包？没有，加气。这就是简单难度的好处，简单难度的话呢，这个气量的消失呢从一半开始。这里继续刀得捡吧，这刀不捡待会儿怎么打？果然捡刀，大必杀开一个吗？哎，气要消失了，这里没有选择开大必杀，我也不懂为什么。这位置呢加一个气，开个大必杀，没死补点锥地完事，扎扎扎扎五下结束，疯狂跑路，什么都不捡，疯狂跑路。啊，不对啊，还捡个定啊，啊塔，那塔也捡一下子吧，左右来都来了。然后呢，往前继续跑路，大宝剑走一下，斜着跑，斜着跑，奔跑之中调道具，你可以看到是吧？这类游戏的高手呢，一定都要有点这种基本功啊，奔跑之中调道具。然后呢，继续跟小兵抢攻，下去肯定是不会下去的。虽然说呢，下去再上来能多刷一轮道具啊，但是时间啊是他的需要追求的一个重中之重。下去再上来呢，时间肯定是耽误。这里又一发冰扇，取消不能移动的状态。然后大羊登场，先把老虎的开场动作阻止，之后呢再来。谁说龙马是妖怪？
教育他，一个大必杀就要教七珠了。果然七珠交上，你可以看到呢，他一个气用的很极限，在三气快结束的时候呢教个大必杀啊，刚好把所有的资源呢用到完美。之后呢怪遁入幻境没事，咱们有提前调好的这个灭，你看你可能都没看清他什么时候调的灭是吧。然后继续，这位置呢是卡一个无敌扔个定空个场面，因为的话呢你卡无敌你不能动，怪一直出招你无解，所以说呢你需要一个这个订单来空一下场。这位置该交大必杀了，然后再扎两个追地直接带走，跟上跟上追地，扎追地，哎怎么不扎了呢，丢了个冰扇。那看来的话呢这位置呢是要把冰扇的格子腾出来捡点别的了啊，这他的速通呢肯定存到就有自己的方案，那雷电机不捡一下子吗，这东西全屏清兵很好用啊。这样的话呢100万奖了一命啊，这也是西游记 S 的一个设定，100万奖命一直讲到400万吧，这一点跟三国战记119好像是一样的。来到了这个盘丝洞啊，再来看一下盘丝洞，这位置调了一个密啊，看来一会儿要打那个谁，要打那个白眼魔了啊，要不然他也不会调这么个玩意儿。这里呢直接走问题不大，往前飞奔 A 杵跑，再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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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直接下去。最后一个地方不对啊，这里如果是原版的话呢不走白眼魔路线吧，打白眼魔肯定会慢，除非的话他改路线了。这里往中间走直接推就能上去，是不是那儿，是这儿，这位置呢直接推，推到一个属于自己的门直接走，那看来没有白眼魔了。这位置呢，哎这帮真浪费水啊，我这每次到这儿我不得不批评一下这帮女妖精，请节约每一滴水，你洗个澡你整那么多水干啥呀，你再往下少半池子不也够吗，对不对，何必呢，整太多了。这里咱们继续啊，捡了个木，木的话呢清兵这个效果绝对是，对不对，没得说，好用。捡个木来了，三选一出个定，他在干什么，哎他这里是能看出来吗，这里好像是能看出来啊，他这里等了一等，我不知道他看的这个依据是哪儿啊，但是反正的话呢他直接等了一会儿之后直接把这个定打出来了，这样的话呢就少打一个蜘蛛精，他们就可以安心的洗澡了。哎这个厉害了，他这个是怎么看出来的，他这绝对是看出来的，因为的话呢他如果是这个地方是随机的，他可能上去直接就 A 了，他不会等那几秒速通嘛，对吧，所以说的话呢这不知道怎么看出来的，我很纳闷。那么呢这个位置呢利用一发乾坤十连斩，最终呢拿下了那个谁火蜘蛛，然后呢大蜘蛛登场，大蜘蛛的话呢会搭配一个蜘蛛精啊，蜘蛛精的话呢洗完澡出来了，洗完澡呢这个出来之后呢，但是没等上来呢给这个大蜘蛛王一顿乾坤十连斩打池子底下去了。定空一手这个蜘蛛女儿，然后呢给蜘蛛女儿来个乾坤十连斩吧，不是升龙，升龙升龙，再升一下气没了，还能升，哎这个简单难度真好，连续升定空一下，哎呦这直接加满气就能升啊，这真得劲儿啊，真得劲儿，再升再升，在这个大蜘蛛进池子出池子的这个期间，一个大必杀顺道把这个蜘蛛精给他打死，哎这就是他的方案，扔一个气开始叫元神，哎呦这里他是讲元神之后呢波动赶路，结果呢波动打伤了，这就是好巧不巧了，这里 AC 爆一下把自己的气消失，捡一个新的气包保证自己的气呢是一个最大化，继续再来下壁桶接波动，不是接元神接大必杀，死没死，哎呦这大神对于血量的计算可以啊，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这关的话呢捡了四个木，这也是为什么上关他要把这个冰扇丢干净的一个原因，四个木一个金刚咒，这是两个新加入的道具，同时呢少了一个冰扇少了一个灭，下关的话呢这个金刚咒肯定会丢掉，剩一个格子去捡灭，因为的话呢下关会有人进幻境，这关呢因为是我方幻境，对面呢没有幻境，所以说不需要这个灭，方案还是很关键的啊。这里呢来了个吞木桩，我看这金刚咒什么时候丢啊，金刚咒可能双 boss 时候丢吧，然后的话呢打死 boss 解灭，我估计是这样，然后来看一下把这小骷髅扎死，加血不是加血去了，加气，再捡一个气包往前走敌气等出兵，调好金刚咒准备随时丢，开场来金刚咒直接丢吗，没有，先打元神，那个巧呢，好两个一起扯盖子，两个巧一起揍，一个大必杀加点气，因为这个必杀是电属性落地很慢，好吧这里是丢了一个气珠啊，我以为要把这个气啊，不对大必杀气全没肯定丢气珠，等自己把这个气加满的猴年马月了，
这位置呢，一个超杀，然后呢，再扔个金刚罩直接带走，走，肯定是金刚罩。啊，因为的话呢，需要格子了现在。那么这里呢，找找这个灭在哪儿？找找灭。哎，你看是吧？这个灭肯定是需要的。哎，捡错了，扔，这位置呢就耽误一秒，没办法，检测道具了。直接往前走。这个木看看什么时候丢吧。黄 A， 没什么好说的。捡个新的木啊，磨刀不误砍柴工。哎呦，这真背啊，这《西游记》真背。往前走，这里丢个木，因为左右刷兵，同时呢有这帮这个小土车兵在这儿干扰。哎，这箱子为什么要打？这箱子不打不行吗？我不太了解这个地方。一般来讲，速通我看他们不打这个箱子，这个箱子打完是管不出这帮小蛇的。这里再来一个木，往前走，踢个箱子，这个箱子是管不出石头的啊，天生在扔板砖。这里往前跑，小兵 A， 这里呢 A 不着，很着急。下气往前走，打一个灭很关键。这里是 A， 等白象王登场，我看怎么打，应该是升龙吧？果然升龙斩，升龙斩是腾云驾雾，因为的话呢，这个升龙很好把这个白象王升起来，最后一个大必杀。这个气别浪费，一定要把这个高额的输出打出来，因为的话呢，你再摸他一个 A， 他也是下去；你再打个大必杀，他也是下去，对吧？为什么不多揍他一点血呢？所以这落地两头像一起吧，果然一个订单两个像一起来。之后呢，一个元神，再一个元神，再一个元神，好吧，两个像分开了，被顶了，出事了。再元神，元神，再元神，手法很好啊，你可以看到他朝着左边画一个必杀，朝着左边画个元神之后呢，能发到右边去，这就是手法。然后来了，遁入幻境，那肯定是一个灭，灭灭灭啊！啊，这里是没挑好灭啊，先扔个密，再扔个灭，丢气吧，肯定得丢了，没有气了，这肯定是加不上的，是吧？这里再来，再来一下，交发大必杀，然后炸两个追地，那个就死了。炸 ，OK， double kill， 捡点道具。照妖镜捡上，照妖镜是哪个道具腾出的格子？前面没有啊，我看一眼啊，照妖镜是密啊，一身一腾出的格子。进门，哎，这门不是吗？顶上一个啊，底下一个是。你看它这个道具的这个互补啊。丢没一个，捡起一个，捡起一个，丢没一个。这位置呢，再把这个木丢没，后边应该是为了捡点别的。我估摸着是这样。直接跑，果然木丢没了，是吧？你看，这位置呢，这个巧就慢慢 A， 因为这个巧是 A 不倒的，所以说的话呢，这个连续这么 A 的比啥都快。捡一个气，吃颗加血，踢加血吃上，波动走人，完美，一气呵成啊！继续往前走。看看这关这个双狮子怎么搞啊？这是打了个木，清兵用，这不丢一下吗？这俩兵怎么散？可能他觉得两个不划算吧。这位置的定可能要定一波大树了，这个大树定完之后呢，会给时间气吧。但是呢，他肯定是不需要那个东西，他应该定这个大树是为了让大树快点死。定，哎，定早了吗？什么情况？打错了吗？好像是打错了，这里好像出了个尴尬的事儿，因为这个如果不打错的话呢，一个定就直接把那个大树秒了。然后呢，两个树怪一起捅肯定是快的，这捅的话呢比这个加气怎么打都快，但是呢不一定能捅住啊、哎、因为这俩树怪真还手啊，不是等闲之辈，你可以看到是吧，他的血量呢第一次掉到了这么低以下，就是被这两个树怪杵的。这里呢往前跑，一个木肯定是要丢掉的，哎，这里的木丢的很划算，因为这个兵出现的位置非常偏左，吃一口加血别死了。然后呢，这个小兵杀一杀，往前走。这气不会加吧？这加气太浪费时间了。因为的话呢，这个四个气啊，四个气不好加。这个座谁给挪过来了？这个座不挪的话呢，还能卡兵啊。结果挪完之后，啊，右边给了小龙女一个跳舞的空间。这里来，他这位置故意出个小龙女，是为了克龙马吗？金克木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么一说。然后呢，先叫个大必杀，直接往左走。哎呦，兄弟，这个失误不应该啊，他应该记得左边还有这个。爆炸的箱子没打，他这里头没记住，打了一下把自己炸了。这个波动是为了跑路的，结果呢误伤了。看看落地怎么办？还好落地没挨打，运气不错。之后呢继续再来元神，跑路，元神没气了怎么办？调了一个斧子加气，扔了一个定，我看是调的斧子。这里继续往前攻击，先杀一个，先断其一指，对吧？你伤其十指有效，死。这样的话呢，先搞定一个小龙女。之后呢，调了一个照妖镜，我看这照妖镜怎么用。这里先扎六下，跑路，可能升龙了。下臂放倒，往上跑路加气，升，果然，升龙呢依然是对于单体怪呢比较有效的一个大杀伤的一个招子。这里再升，
跑路，怕外边的兵整几下子，一个塔漂亮，直接命中再升啊，塔是可以接升的，升在空中拉个位置，保证最少升四点，一个大必杀，这位置几率还最低，死不了吧？我觉得可能要丢个道具了，这肯定死不了啊！一发照妖镜带走。那么在这关的话呢，道具费的有点较多，乱七八糟的道具丢了个遍，只能捡点破烂了。这里呢是捡这个土雷吧，这个土雷的话呢，一般打西游记是不会捡的，这里呢连土雷都捡上了。OK， 来到本游戏的倒数第二关，目前用时25分半啊，来到了这个大老鼠啊耗子精，这关很难啊，因为这关的话呢是一个双耗子。哎，再来看一下这个双耗子怎么搞啊？看上这个雷扔吗？扔一炸三有没有啊？就俩啊，那可以一炸二，这个雷捡的还是很有实际效果的，因为大老鼠这个激光在那看着呢，对吧？你不整个雷，你也不太好过去打那个怪。这里直接往前跑，调好一个木吗？没有木，直接 A， 上边的打一下有个气，这里面继续 A， 提起来，看来这个气要在这画面用啊，要不然它不可能提气。往前走，往前跑，继续 A， 加气，加满 ，A 提起来，这不提吗？提起来 ，A B 躲一下，因为左右被这个旋风包围，这要用这个元神了吧？这都没用原神吗？果然原神清兵一下一个划算，这里原神再清兵、啊、这个气加的还是很有作用的。然后呢往下跑啊，小细节，跑到这个洞口啊，因为的话呢如果你不跑呢，系统会帮你慢慢走过来，那样的话呢会慢点，这对于速通来讲呢是不愿意接受的，当然了能跑多快的不一定，但是你要给它跑出来。这里呢捡口加血，捡口镜子，把镜子攒起来，镜子也是个不错的输出，继续攻击。冰扇先不要，没格子，这里调了个蜜是什么意思？调蜜打尾巴吗？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好像是打个气，开始扫翻腾舞啊，这招的话呢叫翻腾舞，我们那叫轮啊，这个空妈、这个龙妈在空中轮起来了啊，主要打这个尾巴，其他都无所谓，其他小兵只是顺手打，因为的话呢尾巴打完直接可以走啊，小兵不是必清的，尾巴是必打的。这里呢连续的翻腾舞拿下之后呢，调一个道具火云刀，火云刀到里边呢为了清这个小老鼠，因为这个画面的话呢是需要你打够多少只小老鼠，20只18只啊，打够18只小老鼠就可以跑。那么在火云刀这个爆炸效果呢是清小老鼠最大的一个利器了，果然直接清掉，捡蜜，捡什么东西，捡了一个连续捡蜜、哎、还有一个没捡啊，可能他为了捡前面那个蜜吧，5个蜜满。这里通装一突几啊，这是一突四，右边都没带上，然后往前走，这里左边 A 死，调了一个什么东西啊，无所谓，这里调啥都一样，它不会用。这位置吃个气包，这气包得吃完之后呢，右边右上角能打出个蜜，前面的蜜没捡就是为了捡这个，因为的话呢这个离入口近的，你前面那个捡了之后离入口远，耽误时间。往前走，来到了这关的第一次见 BOSS 的场景啊，这位置再捡个照妖镜，直接走。师傅，你先躺一会儿啊，这个龙马去这个斩妖除魔，这里直接来，我们看这怎么打，这里加气是显然加不上的，直接一个玄冰斧，照妖镜走了吗？走了。这位置呢，先用个玄冰斧，再用个玄冰镜，再用个这个照妖镜直接走，然后人往里跑。之后的话呢，这个气可能会自己加出来吧，因为这有一个气珠气包，然后呢捡气珠提起来，两个气够了。你看，果然这个气得自己加起来。看水元神啊，这里呢是两个大耗子。哎呦，这里中了，摁的还挺快，你别说，扔一个蜜给自己隐身一下，提个气，捡气包，保证自己满气，气珠捡起来，等会儿作战的重要道具。这里的话呢，两个大耗子，说实话这个操作空间有点小，不太好操作。这里交了个大必杀。那肯定要扔气珠了，这个气捡起来啊，俩气可以，这两个气包捡得漂亮。这里的话呢扔了个隐身衣，提到三气，然后的话呢再用个大必杀，这大必杀肯定是要用的。哎，这个气珠要捡啊，捡气珠，那个气珠也要捡，大必杀空个场，捡气珠丢气珠，哎，捡气珠丢气珠，再开大必杀，现在就是堆大必杀的时候了，再气珠打，再大必杀，你看这把疯狂堆大必杀。而且如果你注意细节呢，他在开这个大必杀之前调了一个蜜，已经调好了，计算好 BOSS 的血量，攻击环境，进环境直接 ND， 哎，然后呢 NC 卡无敌，调气珠继续输出，调了个蜜，怕被这个无限放倒，因为俩大耗子是有无限放倒的能力的。
这里呢再交一个小元神，再交一个大元神。我们来看小元神、大元神，来一个道具，哎，死一个了，另外一个追击杀不死了，可能会来个道具。果然来了一发玄冥斧，可能是过关还有个斧子吧，我猜测是这样。捡了个雷电击，捡了个蜜，捡了个斧子，没有啊，这个斧子五个满，又捡了个蜜，哎，蜜居然满了。他这里你看这几个蜜扔的多合理啊，扔完之后呢还是一个满蜜。这一关呢道具的分配是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很厉害。最后一关火焰山，我们来看最后一关怎么搞啊。这里开场的这个箱子要第一时间打吗？这位置把怪杀倒了，我不太了解啊。他这道具如果不要的话，如果第一时间去打怪不能好一点，何必把那箱子炸开。然后这就往前走，加一个气，哎，这里把气踢满，捡一个气包，又把冰山抄起来了。哎，这个球是干啥的？是出错招了。来了，牛登场啊！这里牛魔王的话呢是把他儿子又叫来了，真是上阵父子兵啊。前面的话呢是他爹助拳，现在他儿子助拳，但是的话呢两个人的这个情况都是一样的，都是被这个龙马好顿揍。这位置打跑，打跑，两发元神加两发大元神直接带走这个牛魔王，牛魔王撤退了。无名小卒来日再战，给他儿子冷着了，这扯不扯？那么在这个位置呢，咱们继续往前啊，继续往前，直接来捡一个气，加一个气，再加一个气。这位置的话呢，就顾不得了啊，就顾不得什么加气慢了，因为的话呢，道具不够了。这里来直接跑，跑过去，要打一个元神再提气嘛？果然打元神，哎，再打元神再提气，气包又没了，捡气包可以，完美，跑位再元神。趁着这个大老虎较弱，赶紧大胆输出，等他一会儿变成强子就不好打了。大必杀打的这个大羊，这个大羊我感觉比大老虎厉害，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继续输出，下一个更厉害，下一个变成大耗子了。果然变成大耗子了，这个大耗子是更强的。这里再来，没气了，冰山压起身。这游戏的话呢，道具压起身怪跑不了，谁给扔了个气珠啊？好人呢，一生平安啊！这里直接来。元神躲避杀，再来变成牛了，大必杀带走，干净利落，丝毫不拖泥带水。然后呢留一个格，不捡个灭吧，别跑啊，那灭得捡呢。哦，这个玄冥斧在这儿捡满，哎，你看他这道具设计的啊，上官扔的斧子在这儿捡满，多溜啊。最后呢继续往前走，小兵开场就揍死，不耽误时间。这位置疯狂的往前跑，奔跑之中调了个斧子，不知道要干啥。这位置能打个雷电击啊，那箱子被开满气开，有个雷电击，哎，你看是吧，吃个气包满气开个雷电击。这位置卡冰，卡冰把这个 A 死，可能要丢一个冰扇，这个躲一个开场然后加气，哎，居然没有。这里的话呢是拖住板保证自己有个卡冰位啊，因为的话呢这个火龙呢会带着几个小巧出来，咱把这巧卡住，揍这两个大巧。来了两个火龙，我们看怎么处理啊。加满气，彻底加满，调个雷电击吗？没调。这位置的话呢刚好是个射击位，你可以看到是吧，中间有一个墙堵着，让这两个大火龙过不来。大必杀，两个雷电击带走了，雷电击秒调，雷电击一个可以电两下啊，这是雷电击对火龙的一个特殊效果，因为火龙挨打之后马上就取消这个硬直状态，所以说呢一个雷电击可以打两次。再见。哎，你看这小方案是吧，固定打几发元神出鞘，打一个大必杀，然后的话呢直接就走。哎，捡了个衣服，这个衣服我一直不知道是干啥的，他可能会丢。来看，直接丢衣服。这衣服怎么了？这衣服丢完之后防御力增强了吧，应该是。那衣服能是不加防吗？这个我感觉不信。再不就是全属性能力啊，我不清楚是干啥的，咱来看一下。因为这个游戏我就压根就没玩过。这里呢是加气往前走，这个蜜已经满了不要了。再来提气，捡气包吗？没有。这是就是趁着小兵尸体消失之间啊，能整点是点，他这里就是细节了。OK， 来了，你看刚好加满气，然后捡一个气包，因为这里捡个气包呢，比自己加的气持续时间要长啊，持久得多。这里再来一个大劈叉，可以。气桌扔一个，满气再来捡一个，继续。继续，这位置不知道要不要捡个时间器啊？因为我觉得这时间应该是不够用的，时间器可能要走是吧？看看捡不捡吧。没捡吗？没捡，不要。这时间能够吗？打这个两个 boss 或者三个 boss。这位置再来，必杀，走，
杀，再来七消七块消失大必杀，继续调了个塔，小必杀小元神，这个雪滴没用啊，这雪滴是七通半的，哎呦被打倒，果然这个是防御力增加，你可以看到呢挨打一下不怎么掉血了，调了个气捡了个刀，这里是丢掉了所有的气珠，我们来看看后边怎么打，后边的话呢还有一个双幻魔啊，后边不好打，来看看后边做什么想法，吃过加血吗？吃上，加血没吃，来了个卡兵位，这个位置的话呢是可以把这个大虾掐住他的脖子给他卡住的，我们来看能不能卡住虾，幻魔变身啊，把这个所有的本体都吸收形成一个精华大眼珠子，这里掐住他的脖子没卡住，一个塔压开场大必杀，然后的话呢是再用塔压人加气，看看是吧，那气包不减不可惜了吗，他这里就选择自己加气，他可能怕走位导致不能用塔压着这个大幻魔吧，提气减气包大必杀，这里调道具大必杀，我们来看啊，哎，跑了吗？这大必杀中了，还行，大必杀全屏的。往右照妖镜啊，这游戏我之前讲过是吧 ？IGS 特性，怪在屏幕的右边呢，你用大道具加小道具呢，可以这个无限延伸版，可以无限追着打。但是呢，怪如果在左边的屏幕里就打不着啊，这是 IGS 游戏公司的特性啊。无论是你三国战记还是西游记都这样。比如说呢，我一直给大家讲过是吧？护水，怪在屏幕的最左边，你诸葛亮护水护不着，在最右边随便护。那这里呢利用一发灭呢把这个大幻魔从幻境里打出来之后呢用了三发玄金斧，还没完啊，这游戏还有这里呢是加气是这来了最终真正的幻魔登场，幻魔带着师傅再次出来，然后的话呢还有一个人他说这个我来救师傅了啊，今天的祭祀的是龙马吧，要祭祀龙马，哎猴哥千变万化变了个猴哥登场，玄冥斧先一打二啊，先把道具用出来，因为的话呢这个道具在双 boss 都在的时候的话呢，哎这有一个那啥呀，能不能捡个那啥呀，挑一个秘隐身衣，捡了个那啥吃了个那啥，可以气珠捡上大必杀直接开，然后呢这个幻魔没中，这里再来一发大宝剑，举起来再大宝剑还有一个气珠了吧，我们来看一下三个隐身衣，先丢一发一个气珠丢掉，不知道这个大虾还给没给个气珠，如果给个气珠他还是条好狗，如果不给气珠那就有点不好打了，再来元神，这个气不能用没吧，完了这个气用没了，幻魔死还剩个大眼珠子，这里丢个衣服吗，扎地捡起地下的气丢个衣服给个波动信我的，这样的快一点，走你翻腾五阶波动，最终的话呢成绩37分43秒啊，虽然说总当时这个时间金没给人上，但是呢咱们可以看得到最后呢以37分43秒的成绩呢结束了这个叫做西游射传之大圣归来啊，这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双 boss 被咱们的小坏老铁呢玩了一个速通，然后呢伴随着最后的这个通关画面，咱们呢今天的这个视频呢也就要告一段落了是吧，你可以看到呢经历了一路的这个磨难啊，最终呢这个唐僧取得了真经啊，然后呢你看是吧，这个如来呢加封为这个这什么功德佛呀、啊、不太认识无所谓了，咱们呢来看一看回顾一下龙马这一路啊，斩妖除魔之旅是吧，第一关的话呢双杀的大宝剑啊，然后呢依次的往后，之后的话呢最后咱来看一下龙马的通关画面，咱今天的视频呢也就结束了，这里呢再次、啊、感谢咱们的小坏老铁，我呢是本期的解说永恒啊，如果呢各位喜欢我做的视频呢，希望各位呢一定能帮我点上关注啊，这应该是一个最大的支持了。那么呢我这里呢是感谢各位40分钟的一个观看了，当然的话呢如果喜欢看直播啊，不可以呢这个到西瓜视频呢再去找一找我啊，不要忘了前面介绍过的是吧，西瓜视频 APP 搜索我的这个发视频的这个 ID， 或者呢搜索房间号1466，我呢会在每天晚上7:30的左右啊来一个这个小直播。那么咱们来看看最终啊龙马是在完成了这个取经使命之后呢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称号啊，瞅一瞅这里玄冰斧杀大眼睛，结束了吗，结束了，来看一下，哎化身真龙了，看盘中啊以这个形态出现了，化身真龙加封为天龙八部，差一个音箱啊，那么好吧，今天的视频到此为止，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